老板娘，自我介绍一下，叫什么名字 ？Hello， 我叫林雨璇。藏在我们心中很久的疑问：女生为什么喜欢玩遥控车？因为，因为觉得很特别啊。谁带你入这个门？是我身边的各位好朋友。哪一个？哪一个害你最深？赶快讲出来。我最深的，应该是我男朋友吧。那个男朋友人呢？有没看到？啊，那失踪了。所以第一次玩车在什么时候？几年前？一年前。啊、一年前，然后就把店搞得这么大，要虚伪。哦，玩一晚之后，玩一次之后就开店了。对。原本店在哪边？原本，那个，女顺路。那在那边待多久之后搬过来这边？还不到一年。那为什么会想要搬到这边？因为这边蛮大的哦。因为就是车有要求嘛，对对。原本那边没有，也是有没有车厂？对，没有。那这边的话，筹划大概筹划多久时间？筹划2-3个月那边，对。那这边的话，其实我刚才有看到蛮多的车款，那我们是以哪一个类别为最主要的？我们每个车款都是主打、欸，对。什么都玩就对了。其实现场我都看到，就是说我们的那个甩尾车场，甩尾车场这个赛道是谁规划的？我一个好朋友，不具名的好朋友。我大概知道是谁了。OK， 那目前的话，这边的车应该甩尾车的人蛮多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当时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说要开模型店这个行业？因为这个行业其实女生玩的已经很稀少，要开店的其实更少，我真的蛮好奇的。因为我是本来是开服饰店，然后后面因为。原本就刚好进入模型店。我比较好奇的是，在玩模型之后，因为模型跟所谓的服装其实差别很大。那这样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样的重大的一个转变？以前是爱，以前是很喜欢服装，可是现在看到车主会很开心。对，尤其是有什么新款的车主会很开心。对。在接触模型之后，你觉得模型这个产业让你有什么样的感觉？我问过很多客人，他们是一起过来的。然后我问老婆说：“你怎么希望老公玩这个？或者说，老公玩这个比玩其他的东西好？其实它很健康嘛，对不对？而且玩这个说实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花费。对，你们营业的时间？我们是12点，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半，全天无休。全天无休，所以如果有时候加个夜班，晚上也可以继续玩就对了。OK 啊。那我出去的话，这边都是给会员去登录。”那要交会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或限制？我们是年缴月缴季缴，对。方便帮我们把一个计费方式给我们，因为我们这样公布出来会大家会比较清楚一点。还是有 special 的。有 special 的，对。要洽这一支电话啊，是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想要再问一下说。这边有没有你们在营运的时候最主要的一个方向？我觉得方向是说有没有制定哪一些比较独特的族群，因为跟你自己玩车的习性有关系。其实我们来这边大家都是互相交流嘛，所以没有什么特定族群，就是大家都是好朋友。那有没有想到说，因为一般开模型店，女生最大的罩门是修车，修车这一块在不在行？我慢慢学习，我会努力学，然后旁边说。来这边的人员都自己修车比较多，都有。如果说不会的，我们还是会帮他服务。可是因为自己下去摸索，会进步比较快。那你自己在玩车玩的哪些类别？有没有统计过？我越野、甩尾，对。那车子在你这么多车，你最爱哪一种车款？每样都是最爱。接触 RC 之后，每个都是我的最爱。那特别喜欢，比如房车、越野车。有没有哪一台是你的珍宝？然后你特别喜欢它，每天都把它设都跟你一样漂亮的。我去比赛的车主就会，对。好，大家也可以 demo 一下你的车，小野车自己有玩对不对？那我可以拍一段你的那个展现一下高超的技巧，可以了哈。OK， 好。
一下微微的表现。怎么讲？你店长开这个店，我们蛮看好的，真的，因为至少是活招牌嘛。然后，其实卖点各方面，男生他很在这个环境，或者说全家人来，他的感觉会更亲切。尤其是在室内，我相信像小尾车或者电车的话，其实女生来掌控这块还蛮适合的，对啊，所以也蛮祝福了。也希望就是说，台中的人真的蛮有福气的哈。场地也好，店家林立，然后现在又有这么专业，然后这么完整的一个车场，等一下有没有什么话对我们的网友还有各车友有什么话想要说的？希望大家对小妹多多支持，多多捧场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谢谢我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，谢谢谢谢。祝生意兴隆，来，寿比南山，卖不完。马是一样，你的眼红了，好不好？卖车卖到手抽筋。